嘉玲与陈庆、张嘉欣夫妇俩从相恋结婚到做人进度飞快，去年才生下爱女哈密瓜，马上又要迎接第二胎。据台媒报道，张嘉欣的预产期在本月底，而且肚里怀的还是男娃，一女一子正好凑成一个好字。对此，哈林经纪人低调回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而哈林在父亲节当天也罕见抛出全家福，一家五口虽背对镜头，但画面依旧温馨又有爱。他还有感而发地写道：“自己当了爸爸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当年有多操心。”分享为人父的心声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